걸으면 그나지 망하지 어디 가야지 빠우지는 我想啊就是 一定不可能够又把生命完成了 从第一个带起，陆陆续续，陆陆续续，反正一直带了孩子。我就是抱着一个生命，都来找你，我就放心。他不太管我们，但是他更关心他们。我爸我妈离婚都闹过，在我眼里，他不是伟大，这个东西是无奈。我护着小孩，我要保护着你。 2021年初，一组特殊的婚纱照传遍了网络。婚纱照的主角是一对相差61岁的祖孙，无数网友被他们之间溢出屏幕的幸福所感动。这样的爱的传递想传递出去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婚纱照。有个网友说。 还有就是，祝外婆身体健康，啊，86岁的唐才英最大的遗憾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拍摄一张照片留念。为了弥补唐才英心中的遗憾，张家港策划了很久。正好我也是趁着去年休假，啊，我就准备筹划着，给外公外婆呢，啊，让他们两个人补拍一次婚纱照，因为他们这么多年在一起。 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合照。婚纱照的男主角本来是唐才英的丈夫张福林，临近拍摄，张福林却因病住院。张家港说不忍心让外婆唐才英失望，他坚持陪伴外婆完成拍摄。外公去不成，我就跟外婆一起去照相馆。 把这个婚纱照拍了，当时心情肯定是很激动的，既是了了外婆的一个心愿，也是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。哎，中间讲给就觉得，给就无聊去外婆，外婆去就是表个意思，给就觉得他平时买喜气用的，这个就是意思就是外婆要来的去。 给留个纪念。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凉，要多穿点衣服。对，要查好船号，坤号。对于张家港来说，外婆唐彩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在他看来，比起外婆曾经为他付出的，他所做的还远远不够。 两个人呢，一起捡到过。当时你在哪儿捡到的？在医院里捡到过，俺小身体不好。张家港和唐彩英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两人的缘分还得从1997年的一个清晨说起。在小院包石头包片的石头啊。 1997年4月25号清晨，唐彩英在分宜县人民医院的食堂门口捡到了被遗弃的男婴。她多方打听，也未能找到男婴父母的线索。看着襁褓中嗷嗷待哺的男婴，她做出了一个决定。 我想啊，就想啊，就一定不可能够，又把生命挽救出来。唐彩英将男婴带回家中抚养，取名张家港。然而，张家港的到来却让一家人陷入无法化解的矛盾之中。从第一个带起，陆陆续续，陆陆续续，反正没断过，一直带了孩子。因为是毕竟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情况的话。 就是我们整个家庭里面都是比较反对的。家里人之所以如此反对，是因为在张家港之前，唐彩英已经陆续捡回家5个孩子。这些孩子的到来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拮据。经济条件最差的，很困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小孩子都吃奶粉了，有好多钱来，基本上家里的钱就是养着这些孩子。 那时候，唐彩英和丈夫张福林刚刚退休，
亲生的五个子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捡回来的六个孩子又需要抚养，唐才英一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。说的难听一点，你本身可以吃肉的，你偏偏要去吃白菜，那你是不是？我爸我妈有时候离婚都闹过，吃饭结不过，结不拿去捡了，我搞起那个我就负责，一定要给他批了给东台，我就放心，我一副个就叫。他会想尽办法来培养我们，各方面的来花精力、花时间、花钱。白天种种菜啊，还要给我们做饭，到了晚上呢，还要出去捡垃圾。面对唐才英收养着六个孩子，丈夫张福林拒绝在经济上提供任何帮助，但是丈夫的这个举动丝毫没有动摇唐才英的决心。我就舍不得给他，就是一定要给他批着，我批着给东台，我就放心，我一副个就叫我要保护个经验。唐才英告诉我们，他在1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，他深切体会过没有父母陪伴的那种孤单和无助，他不想自己不幸的经历在这六个孩子身上重演。在能力范围之内，他想让孩子们过得幸福一点，即使家里人都不支持，他也要想办法把几个孩子抚养长大。等了10多年，原来就是个的九铁路，把泥巴也填了过的，然后把个就撒了过也干。这片菜地唐才英从10多年前就开始承包了，这些年为了增加收入，唐才英想了很多办法。他也做过豆腐，然后是也挖过那个以前做砖啊，他也去挖过泥土，就是挖土方赚钱，他是苦了一辈子。我不过得辛苦，跟你小孩成长得快，有油温爱动手啊，不了皮啊，我蛮高兴。有法进阿里，就是不过得来呢。外婆，外婆在洗头呀。哎，还没下班呢，我还没下班吧？我带你回去再分一下了。啊、哦。张林是唐才英1991年捡到的。因为年龄和唐才英的外孙差不多大，张林和张家港便和唐才英的外孙一样称呼她为外婆。我吃这个东西是哦，以前条件不好舍不得吃，就是嫌我们吃不就吃不完的东西吃，可现在条件好了，我们想吃什么就有吃。在张林眼中，外婆唐才英是个不会享福的人，他忙忙碌碌半生都在为几个捡来的孩子操劳。6岁的时候，我外婆就把我们送着去学跳舞，他会想尽办法来培养我们，各方面的来花精力、花时间、花钱。不管多少钱呢，就把个旧的先直接卖。这些东西能卖多少钱？卖了几块钱了。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，唐才英把自己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白天就在菜地里种种菜啊什么的，啊，然后还要给我们做饭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他又推着他自己小车出去捡垃圾。晚上能给他封的火，给他困的高啊，我出去捡回来，搞到5点钟快天亮去的。跟我就回了，我就要回那个就结果。这就8斤了，5块6毛钱，5块3的，6块7毛钱。即使唐才英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收入依然难以负担几个孩子生活学习上的支出，但是这种压力，唐才英却从未让孩子们感受到。我从来不会捡个这小娃娃，外婆毛钱你都不要多用点。小朋友不过得蛮轻松啊，过得外婆还好，就是还可以平平松松的生活了，
也过得蛮幸福。他原来背是比较挺的，因为他经常去捡垃圾，啊，捡废品，然后又经常去种菜，经常勾着，所以也是后面这些年，然后背才弯的。我就想我过得在外婆边的，有完全不，我也差不多的。他的辛勤付出才让我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活。他放弃了他自己幸福的晚年，而是选择那种艰苦的生活。不管生活多么艰难，唐彩英都竭尽所能给孩子们更好的。这份无私的爱感动着这六个孩子，但却加深了唐彩英和亲生子女之间的矛盾。他不太管我们，但是他更关心他们。妈妈没时间管我们这些，我们每个人自己成家啦，生孩子啊，自己买房子啊，从来也没想过。我现在我还没房子，假如说没有这些小孩的话，不管是我是要他们帮我，还是说问他们两个人借，应该这个条件应该会有啊。那个睫毛啊，长着这个里面去嘟着，他眼睛不舒服。因为捡回来的六个孩子，唐彩英疏忽了对亲生子女的照顾，在经济上也未能提供帮助，这让亲生子女非常不满。但是唐彩英却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就是抱着这个生命，也有个出息，都来找你我就放心。我就想我过得在外婆边的，有完全不，也离不开外婆，我也差不多的，我不会放弃。他说这些孩子没人爱，所以我就更要对这些孩子好，这样说的。嗯。无法改变母亲唐彩英的想法，子女们只能开始学习接受。在我眼里，他不是伟大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无奈。有些人他辛苦他会觉得累，有些人辛苦他会觉得很快乐。虽然子女们默许了唐彩英抚养六个孩子，但是在经济上也没有能力为他提供帮助。2001年，为了能够让张林和张家港顺利入学，唐彩英听说有些单位有帮扶活动，便找到了分宜县消防救援大队寻求帮助。我们大队呢，是从2001年开始，持续对张林和张家港这姐弟俩进行了帮扶。后面到读完高中，每次开学，消防队把他这姐弟两个接去，接开学，消防队交钱，这两个就蛮高兴。他们也是被我外婆这种事迹跟这种行举动啊，十分的感动。有了分宜县消防救援大队资助，张林和张家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。二哥，哎，回来了，哎，今天，我还给你送了一个惊喜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呀，哦，我还不高兴，看一下，人家给。2018年，张家港在外婆唐彩英的支持下，成了分宜县消防救援大队的一名消防员。他最终目的就是想让我啊，给这个社会回报这个社会，然后回报这个这么多年帮助我的那个消防员哥哥。几岁？跳个舞，哎，跳个舞给老外婆看，恭喜发财，给老外婆做个恭喜发财。如今，收养的六个孩子都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，唐彩英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近40年来，唐彩英都在为几个孩子奔波，从青丝满头到白发苍苍，她用不断佝偻的身躯为几个孩子撑起了一片成长的天空。他的辛勤付出才让我有一个整个快乐的童年和整个人生，都是他给了我，才让我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活。他放弃了他自己这种幸福的晚年，而是选择那种艰苦的生活把我们带大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感恩唐彩英多年来的付出，孩子们都很孝顺，一有时间就回来陪伴唐彩英。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经历比我们发的要多，在这里照顾我的父母亲，还觉得养他们这么大，他们还是懂得感恩的。他们两个人对我妈妈相当好的，
特别勤，特别勤。令唐才英开心的是，这些年相处下来，这六个孩子对唐才英的孝顺和陪伴，让唐才英的亲生子女彻底接受了这六个孩子。如今他们已经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被孩子们围绕的唐才英是幸福的，在此刻他忙碌的脚步也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